阿姨，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去看小娜。小娜心情不好，她谁也不想见。我就见她一面就走。花儿呢？你可以留下。小娜的脾气，你应该知道的。 那我等他见我为止。阿姨，你要干什么呢？看小娜。小娜心情不好，她谁也不想见。我去看她一眼，看完我就走。 花儿呢？可以留下。小娜的脾气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好，我会等到他见我为止。 你姐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找着。如果你找着你姐了，或者她回来了，你先通知我。哦。姐，我把他们都赶走了。 关键时刻还是我亲弟弟比较靠谱。那当然了，姐，你为什么突然辞职啊？姐。 自己出来开公司了，你待在全盛的地方自己工作的也不开心，所以你出来开公司是对的，我支持你。嗯，从小到大，你都一直支持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支持我。小的时候不想上学，逃课装病，你也会宠住门去给我买药，后来做事我的病情。 所以，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是孤单，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
说这些干嘛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从刚生下来就有一份要保护你的使命，所以啊，我肯定得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些任务啊。姐，你就放心吧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把你给背叛了，我也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。我知道。你放心，姐，我明天就去把工作辞了，回来帮你开公司。那不行，我们俩总得有一个人是稳定的，要不然怎么照顾爸妈呀？咱爸咱妈他们有这间旅社，所以他们也不需要我。更况且全盛的地方我早就不想待了，当初要不是长青哥求着我，不去都不会去。你话不能这么说啊，长青让你去全盛也是为了你好，瘦死骆驼比马大，全盛纵然有再多再多的问题，他也是业内的翘楚，你在那儿能学到的东西绝对比在我这儿学的多。好不容易留在全盛了，不能说走就走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先暂时留在那儿不走。姐，长青哥喜欢你这件事情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看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出来创业，正是需要那些朋友来帮忙的时候，我怎么看你最近老躲着他？我们俩不合适。你看，我们就像是那种竞争关系，无时无刻不想分出个胜负来。这样的关系以后怎么能长久呢？那苏一哥呢？你不是一直都挺喜欢他的吗？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是过去的事儿，那他现在不是回心转意了吗？既然只是喜欢，又何必夸张成爱呢？爱啊，应该是对等的，就像是一块表，无论是走快了还是走慢了，哪怕只有一秒钟，都是不对的。就像你跟玲玲，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才有好的爱情。姐，你怎么又哭了？我老了，我老了就是爱感慨嘛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要哭了。我跟你说，以后遇到什么事儿都尽管找我，24小时在线。嗯，行了，那我就以亚瑟王的名义封你为土豆骑士。土豆。对。行啊。为女神而战。娜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整整找你一下午。哎，咱不是先说好了吗？如果你找着你姐，你给我打声招呼。我忘了。我去，你滚！你要干嘛？你要打我？我姐可在这儿。怎么变得像无赖一样？谁要打你了？你让他打一个试试。如果不是担心你的话，谁会找你啊？我会。你知不知道找了一下午真的很麻烦，我找了很多很多地方。是，很多地方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知道人在焦虑还有恐惧下会死很多很多的细胞。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样真的对人很残忍。对，
陈楠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我想跟你单独谈一谈。我累了，我想睡觉。对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娜姐，你早点休息啊。新公司要在你这儿办公，不是你公司挺忙的，你哪有时间自己开公司啊？哎呀，我从全盛辞职了。不是为什么呀？我就为了自己开公司啊。你在公司干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辞职？你为什么要自己出来瞎折腾啊？你以为这老板这么好当啊？哎，你妈，我开这青年旅社这么多年，有多累，有多苦，有多操心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坚决不同意你开公司。反正我已经辞职了，家具我也买了，新公司我也注册了。你要不同意，我去马路上办公。哎呀，我马路上办公特别好。娜姐，哎，来了。明星的诞生第二季可以继续沿用第一季的风格，但是在细节上呢，要有所创新。比如串词可以更加活泼一点，小狼狗的风格可以更夸张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稍微打断一下，那个我临时有点事儿，请个假，先走了。现在在开会，什么事情不能会后再说啊？这会也开了好几回了，一直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方案来。这样，等拿出好的方案了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的。谁批准你走了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好的方案呢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没有的话，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你这都你。什么态度啊！开着会呢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是。扣奖金，这个月的奖金全扣。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嘛，难免毛毛躁躁的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特质。你说扣奖金不管用，还不如不扣呢。你怎么倒帮他说起话来了？不是，没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司徒这孩子吧是毛驴儿，你不能枪茬来。你说，你万一你说跟我们撂挑子，我说明星诞生怎么办呢？你的意思是明星的诞生没了，他就找不着主持人了？不是，这人家现在正火着呢嘛。你说这个档口你换主持人不合适。长青，你的意思呢？如果你在他是新人的时候不那么用力的打压他，他就不会有这份逆反。所以，你应该理解的。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？谁也没错，承担就好。没这意思。行，我这个人最讲民主了。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换司徒，那就想办法让他好好听话。没问题，你们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管好他。接着开会，说到哪儿了？张小娜，张小娜，张小娜。
看看。什么鬼啊！怎么样？我这个办公条件还不错吧？真是挺舒服的，又温馨，真好。一点都不压抑，是不是？对比全盛好多了。我明儿就去全盛辞职，然后过来跟着你干。你有空来坐坐就行了，辞什么职啊？你这《明星诞生》第二季马上开播了，你走了，全盛怎么办？那节目怎么办？节目不是有文天心的吗？他不就愿意把所有的光环全套在自己身上，独享所有的荣誉？你太不了解文天心了，他这人争强好斗，他就喜欢从你那儿抢，那才有胜利的喜悦。他说全盛吧。我这个可大可小，可有可无一人，要不要我都无所谓。你现在那知名度跟一网红差不多了。开玩笑的。你啊，你不要节目了，不要公司了，观众你也不要了。观众可以通过新的节目来看我呀，那这档新的节目就交给你来做。知道，你觉得我新开一公司，万事开头难，想帮我，我特别特别感谢你。但是你辞职这件事情，我不是很赞同，因为《明星的诞生》第一季，你已经累积了特别特别高的人气。且不说我担不担这个挖墙脚的罪名，你这样的名气，不是所有的年轻的主持人可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拥有的。你现在属于事业上升期，你不要一意孤行。是，观众都特别可爱、简单，他们容易记住你，也容易忘了你。娜姐，嗯，你为什么要离开全盛？这原因可能别人不知道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是高层逼你的吧？绝对不是你说的什么要寻求更好的发展什么，这些都别骗我，不可能。我是觉得他们对你不好就等于对我司徒浩不好，他们对我司徒浩不好，我凭什么还要继续服务于他们？哪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没有逼我，谁能逼得了我？我就是想自己创业。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啊，有些话说过一遍两遍就行了，不用老说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你听见了？你听懂了没？我听懂了。这个小娜呀，她想开源节流，于是就把那个豪宅给退掉了。房子没了？对呀。哎，因为房子没了，所以我就没地方去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哟，瞧你那样，好像还不愿意回来似的。哎，不不不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这是因祸得福啊。我要是早知道小娜把那房子一退，我就可以搬回来和你们团聚的话，那我早就用我做父亲的威严，让她把那个房子退掉了。威严？
你还真敢说。珊珊女士，别动啊！哎呦，爷，哎，珊珊，我这个腰椎病要着，哎呀呀，你快扶我一把，哎，珊珊，哎呀，我啊，哦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我听人家说呀，这个针灸对你这个病是最管用的。可是你没学过呀？我学的东西多了，你哪知道啊？啊？哎，珊珊，这真的不用，我这个静养一下就好了，这真的不用啊。哪行啊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吧。不能看着你就这么腰疼着我不管，来吧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珊珊，这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来，哎，好了，你看，哎呀，这太神奇了。珊珊，我没骗你。我的小美人，把眼睛闭上。我闭上。老公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。我想去那边。去这边。如果我说不好呢？好，老公。你让我睡那边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嗯，求的力度不够。老公，你就让我吧，让我吧，好不好？老公，撒个娇看看。李小薇，你给我睡过去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睡着。冰箱什么样了？这是垃圾桶还是冰箱啊？你也不收拾一下？收拾啊，不是等你收拾吗？等？为什么要我来收拾啊？因为你是我老公呀，老公不就应该替我收拾吗？你这是找老公还是找佣人啊？吕小维，你不爱我了。我怎么不爱你了？你以前对我多好呀，宠着我，惯着我，疼着我，爱着我，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。你现在对我越来越不好了，居然还让我去收拾，你说为什么？哪有什么为什么呀？你考完试你还看书吗？你好了好了，去睡觉吧。不睡，要睡你自己一个人睡客厅去。喂，林丽，我刚开玩笑的，林丽。你说你一大男人整天在公司黏着我合适吗你？昨天的事儿你还没跟我道歉呢。想让我道歉门儿都没有。你要是不给我道歉的话，我去告诉全公司的人听，说你是我老婆。你想跟魏宇君一起被开除？你不想的话，就给我现在立刻马上道歉。同归于尽就同归于尽，大不了一会儿我就喊人家说你对我非礼。你喊啊，我都是喊呢、啊，喊嘛。南姐好。你骗谁呢你啊？小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南姐好。南姐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这什么情况？常总，我不干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回来。总得给个说法吧。还用问吗？要去投奔张小娜了呗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去找他。我这个人浑身都是毛病，但就有一点，还算忠诚。我认人。你觉得你自己特帅是吗？想过这个节目吗？想过节目组其他的员工吗？想过你的责任心吗？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跟我都没关系。我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，我来这儿，我就是为了证明张小娜的决定是对的。现在她已经走了，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。说来说去，全胜就是被张小娜挖了墙角吧。小狼狗，公司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，你单方面违约的巨额违约金，你赔得起吗？这是啊，走了？你走什么走啊？你不知道你一走我就心慌吗？黄总，你这回可以不用心慌，我走了，不干了。司徒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离开全胜这棵大树，你可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你，黄总，我本来也什么都不是，我也胸无大志，反正我就走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以后给我打电话。司徒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咬脚了。啊？坐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坐。哎，不用。你慢点。弟弟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这是压我脚啊！你要是走了，你就是压哥心的。别说这些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走，真不用，我真不用，弟弟。我看看。弟弟，你听哥一句啊，我干这行多少年了啊？我看着昙花一现那种明星看多了，你说你有实力，但是你羽翼未丰啊。你说你现在不借着全胜这个东风，你壮大自己，你说现在就走，你太可惜了，哥。张小娜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你说她已经离开公司了，我还在借着咱们公司，再借着东风再往上窜，我是不是也有点不仁不义啊？这样，你知道感恩是对的，但是你想想，你去张小娜那，你会害了她的。这话怎么说呢？这还不好理解吗？她刚离开全胜，你说你就过去投奔她，你说人家会不会说她？挖老东家墙角啊！你这不是陷他于不义吗？你听哥仔细给你分析啊。第一，你离开培养你的全胜呢，你就是不仁啊。第二呢，你说张小娜对你有知遇之恩，你陷他于口舌之争，你这就是不义啊。你再有，你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。对吧？你又要重新开始，你这就是不智啊！你看你不仁不义不智，你说你仔细想想，能这么做吗？哥呢，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至于是走是留呢，你自己看着办，啊。哎呀，
还是去趟医院吧，我送你。不要不要。这样吧，那我先不走。但是，我有条件，你别指望我像对张小娜那样去对文天心，那我做不到。还有，是你们叫我留下的，不是我自己想留下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不走就好，不走就好。不是哥，你这脚你不疼啊？你嫂子给哥鞋买大了，没压着脚趾头。不走就好。没事。你快快快，再倒回去，倒回去。往回倒，来来来来，倒来倒倒倒倒。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去啊，哥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什么素质？这司徒浩敢这么嚣张，还不就是因为有张小娜在背后给他撑腰？自己走了也就算了，还要毁了节目，再搭上全胜，他也不想想，没公司能有他今天。司徒浩走跟张小娜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张小娜背后搞鬼，司徒浩干嘛要离开公司？你怎么就认准了张小娜？本来司徒浩就是张小娜找过来的人，现在张小娜离职了，司徒浩跟着他一块走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还在帮他说话？我是在提醒你，你不要因为你的偏见影响你的判断力，这样会变成恶性循环，到时候留下来的人只会更怀念张小娜。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张小娜喽？我是不是还应该好好跟他学习啊？我没这么说，但你要能这么想，证明你长大了。回来了，嗯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发什么呆呢？站着。凳子坏了。小歪。嗯。这衣服是不是你洗的呀？当然是我洗的了。每一件都是我带着爱心的力量，纯手工搓洗的。那洗衣机门怎么还开着呢？吕小维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些衣服必须得手洗啊？你看看你，把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都给洗破了。又不是我说要洗的，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洗，不是你非逼着我洗的，洗坏了也不能怪我。哟呵，还犟嘴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连嘴都不能犟了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那以后就你的衣服你自己洗，不要再找我洗了。我说了我不会洗，你也别挑三拣四的了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咱别摔东西，这都是钱买的嘛，不是？哎，珊珊，这哎呦还好。
全都倒出来吗？全都打了。哦，好。饭做好了，叫我们啊。啊，好好。哎，书架上有菜谱。啊？行，都行。文总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司徒浩不离职了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？是是，就你放心吧，他一准来。还来不来？大不了我自己培养一个主持人。他张小娜能做的事情，我只会做的比他更好。别去，司徒这孩子挺有前途的，咱别毁了他。再说吧，你说像这么个明星，我们全省得花多少财力物力才能培养出来呀？是吧？得珍惜。所以大伙儿呢，都冷静点啊。对不起。哎。一直在堵车。你看，你看，快，没事没事。下次早点出门，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时间。路上车太多，已经堵路上了，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呢，快渴死了。我给你倒水去啊。哎，不用哥，我自己一会儿自己弄行吗？你就好好排练就行了。啊，你别管，别的什么都别管。谢谢啊哥。你故意的吧？这么耍大牌有意思吗？我耍大牌。文主持，论起耍大牌，你应该是我前辈吧？起码我没有在彩排的时候随便的乱改串词吧？再起码我没有在彩排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或者因为同事的一点点失误就不彩排吧？司徒到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袁导，好嘞，都调整好了，开始吧。各部门准备，马上开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可还是你的经纪人，难道我回来看看都不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给你丢人了，但是。天心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但这次我是真没办法了。你能不能跟徐伟安谈一谈，让我再回全省来？回全省？像我现在这个情况，很难找到别的工作，继续干经纪人呢？咱俩合作这么多年，我适应不了别人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不想回来丢这个脸。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徐伟岸这个人原则性太强了，这条路恐怕很难走得通。我承认，我一时糊涂做了件错事，但是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在那个节骨眼上陷害张小娜？因为只有她走了。你在全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，我是为了你才铤而走险的。我不是邀功的意思，也不是责怪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么多年，只有我对你是忠心耿耿，也只有我真正关心你的前途和发展。我为你考虑的，起码比你深爱的那个徐伟岸要多。尽量试试，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谢谢你。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。我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。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
好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方向。呜呜呜呜呜，黑暗的低谷是生命必然，都要经历，害怕孤独绝望，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。